这小海岛生迹再展，东方之珠谁也赞扇，由此加上美丽璀璨的冠冕。為了節省時間，我很多時候都搭公共交通工具的。不過留意到我們香港人很注重儀表的，原來香港很多街道都是跟衣著有關的，例如黑布街、白布街、染布房街、洗衣街。如果大家在深水埗去到荔枝角，更加會見到很多披頭鋪，亦都有很多賣衣服飾物的地方。我有些在外國做時裝設計的朋友都特登嚟香港搜羅呢啲咁嘅物品嘅，加上而家大灣區有咁大嘅市場，我哋嘅時裝界真係要好好把握呢個機會啦！我請到兩位喺時裝界咧，個個你都識嘅人嚟同我傾下偈。一位咧就係我哋香港好有名嘅時裝設計家鄧達志先生 William， 另外一位咧佢啊。整副身家都花咗喺個衫嗰度嘅，佢自己話噶嚇。呢位咧就係我哋嘅著名演員陳山聰先生。Hello， 多謝你， Hello， 多謝你， Hello， 多謝就係山聰。你好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請坐，請坐，請坐。啊，今日真係開心可以同你兩位傾下時裝。時裝咧係我最唔識嗰範啊，但係咧喺你兩位身上實學到好多嘢。但係咧，我要講俾你聽，我。入時裝界咧，好後生嘅啫。早過我哋。你知唔知我係幾多歲入時裝？我係12歲，因為我挑褲腳啊。哇！1毫子一條挑褲腳去養家嘛。但係當年咧，嗰個物價就平好多，3毫子就一條紅衫魚。咁所以我挑3條褲腳咧，就可以買條紅衫魚翻屋企蒸㗎啦。我。都同時裝界有啲，你 contribute 個時裝界嘅。咁啊，你兩位嗱，阿 William 咧又係時裝設計家啦，你阿山聰就係真係服裝界嘅擁護者嚇，即係潮人。哇！你睇你今日件衫，我真係睇你，淨係睇你今日件衫咧，我隻眼離唔開。咁難得你邀請我，點都喺個衣櫃度攞件最潮嘅嚟。哇！你好多衫嘅喎，你可唔可以講講俾我聽咧？你即係籠統估計，你有幾多件衫，有幾多對鞋咧？我諗我鞋有200多對咯。嚇，係啊，200多對啊！即係我唔係淨係話有啲人淨中意草波鞋，我係波鞋、皮鞋、boot， 總之係靚嘅鞋我都會買咯。其實因為我喺我嘅心態咧，我著衫我唔係為咗俾人睇嘅，自己開心咗先。我自己開心嘅就係，我好多時候買完啲衫翻嚟，我係冇著嘅嚇。你冇著㗎，係買嘅啫。哇！我都係要翻嚟研究一下，我有冇啲衫係買咗冇著過，應該冇。我件件都著過嘅。我買完翻嚟嘅衫，有啲我顛到係仲喺個雪梨子度接住，即係我對依一個依件事或者依件衫或者依個品牌嘅一種尊重。山聰啊，你媽咪就影響你好深啊。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即係？其實佢喺你成個對衣著嘅成長啊啲嘢嘅影響咧，因為咧我細個咧我嘅衫咧好多時，譬如啲家姐啊或者啲飲宴咧係媽咪做俾我嘅，即係喺屋企我係睇住佢點樣剪裁啊，帶我落寶靈街買布啊，咦原來我媽咪係。可以做到衫，我著得靚嘅喎。designer 嚟㗎，係啊，其實佢係 designer， 唔係淨係 tailor， 係 designer 嚟㗎。因為佢係我媽咪係即係我話俾佢聽，譬如到我大個嘅時候，我話俾佢聽，媽咪我想做呢套衫，做呢件衫，佢真係做咗一套做俾我。就算我啱啱入行嘅時候，我媽咪都仲有做衫俾我，因為佢都係其中一個我哋屋企嘅經濟支柱啦。變相佢係養大我啦，都係車衫。我仲好記得啊！我點樣剪線頭？我點樣媽咪帶埋我一齊出去？我最記得嗰陣時咧，我哋去邊度攞衫咧？銅鑼灣、恩平道，係嗰陣時有個工場嘅，
佢就喺嗰度攞啲衫翻屋企做，翻屋企做，就係咁樣培養到你對時裝興趣。我諗呢個係都有啲影響啊。咁啊 ，William， 你點樣即係入行嘅咧？所謂做呢個設計師？當我讀大學嘅時候咧，我讀經濟啦。但係讀緊經濟嘅時候，我知道我一定會出嚟咧，唔會做經濟工作，我一定要做創意工作嘅嘢。咁咧，所以諗到 fashion 咯，因為 fashion 咧其實 combine 咗你有工業啦、商業啦同埋藝術一齊。啱。係啦，咁然後跟住咧就大學畢業之後咧，我就離開加拿大就去英國讀 fashion design 咯。哦，就係咁樣嘅。係啦，佢其實一早已經諗定㗎啦。係啊。誒，講起時裝設計啦，咁即係你哋認為？在全世界啊，係應該係睇住意大利嘅時裝啊，定係日本嘅時裝啊，法國嘅時裝，邊一個國家你覺得係即係走喺尖端嘅咧，或者做得好？我諗唔同年代咯，新年代。唔係你講，唔同年代同埋唔同年紀，係啦，對都唔同嘅。香港係即係大同嘅，我覺得。係啦，即係有一班人佢會好擁護意大利品牌，有一班人佢會哇，我好中意巴黎嘅嘢，有一班人我好中意日本嘅潮流，有一班好似好中意美國簡約嘅。香港是 很接受能力很強的，它都是被外來的影響，因為我們香港叫做沒有一個特定的，是的，因為它沒有一個特定的東西，所以就周圍的東西都可以影響我們，是的，就是想想你80年代的時候有哪個不穿 polo shirt 呢？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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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美國 fashion 來的嘛，都是，是啊，你想想陳百強，陳百強好，張國榮好，是啊，個個都要穿 polo shirt。時裝世界是一個包容的世界，是不同的性別，不同的顏色的膚色，還有不同的民族，應該可以一起去演繹，一起可以享用的一個 item 來的。以前我細個嗰陣時，即係我哋窮啦，就更加唔好講話有時裝呢樣嘢啦。但係咧，今日嘅香港，你隨便行入一個商場度，好多名牌啊，所謂嚇，以前冇㗎，以前冇㗎。嗱，香港以前冇，其實全世界都冇。講起 fashion design 同埋 fashion designer 嗰樣嘢咧，去到八十年代先至開始成熟，唔係香港，我講全世界。全世界。所以點解你之前係七八十年代，點解你唔係好覺得咧？因為佢少啊。嗯，再早咧，其實歐洲嘅 designers 咧嗰陣時咧係即係佢高訂高級訂制，嗯，就唔係佢係後來就 pret-a-porter 就啲 collection 咧，全世界都有。嗯，咁你去到高級訂制，你唔係個人咧就咁去巴黎訂做衫噶嘛，嗯，所以你好少見得到喺香港有咯。咁但係咧 ，Joyce Ma 係一個先行者咯，嗯，佢好先喺1970年代尾咧已經將好多外國嘅 designer 嘅 collection 帶嚟香港。其實很多 designer 同啲 brand 咧，係能夠喺亞洲立足咧，其實都係佢。咁我讀書嘅年代喺倫敦咧，其實好開心嘅，見到好多啲 magazine 咧，會見到香港有啲鋪頭喺呢啲意大利 Vogue 啊、法國 Vogue、英國 Vogue 度賣廣告，啊香港嘅鋪頭啊，好開心，有香港人啊嘛。咁另外咧就係好多大嘅 brand 咧，當佢哋賣佢哋嘅廣告嘅時候咧，佢嗰個年代好。即係好想話俾你知，我哋而家係國際性，我哋唔係淨係巴黎，我哋唔係淨係倫敦。咁咧，佢哋會擺埋咧，喺邊度有鋪頭咧？巴黎、倫敦、米蘭，跟住落去東京、香港。香港，香港真係好叻。係啦，咁所以咧喺呢方面我哋又好叻啦，製作方面我哋都好叻。係咩？八十年代初咧，其實咧香港嘅製作個 volume 咧係犀利過意大利嘅。唔係啩？係意大利係意大利係冇我哋咁犀利嘅，即係日本係好勁㗎，但日本勁咧。是他自己國內先的，但香港呢，因為香港地方小嘛，所以我們一定要面對呢是海外的市場，造成亞太的中心，譬如東南亞一帶的 designer 最先來學東西的就來香港了，很多即東南亞後來即成了名的 designer 最先的 training 都是香港，都是香港，也都香港，因為娛樂事業各方面呢即係都係最影響力最大，係一種文化的一個影響力嚟，加上九十年代面對九七回歸呢，全世界的 media 都在香港，是看著香港怎樣轉變。咁啊，嗰陣時我即係譬如我自己做的 fashion show 咧 ，local 嘅 Morning Post 最重要啦。Morning Post 都會第一次將 fashion 放在佢的 front page， 就是我啦。其他 international 的 media 都是很犀利，譬如即係我做完個 fashion show 會上 Time， 會上 Newsweek， 咁但係你上 BBC， 咁 NHK， 咁全部上。
但係你過咗九七，佢睇多兩年就走啦，各自就走啦。咁喺嗰個時候，九十年代嘅時候咧，我哋有全世界嘅 media 喺香港睇住香港嘅變動嘅時候咧，我哋亦都冇即係其實佢哋留意我哋，但我哋冇做更加再高層次嘅嘢，去令到香港呢個事業咧係去到一個更加高嘅一個水平咯。聽落去，我哋失咗啲機會。失咗機會，八十年代我哋失咗即係同 design 合作嘅機會。九十年代咧，我哋冇將佢去 expand 去到一個更加大嘅層次，反而咧嗰個時候咧，係啲廠家幾乎係全部逃亡咁樣北上。最慘係香港咧，曾經嘅輝煌咧，係好多香港人係唔知嘅。咪所以要靠呢個節目話俾我哋啲香港人聽，我哋香港嗰、那個。好故事咯，唔係我都希望咧，其實香港咧，即係喺某啲程度上面咧，仲有翻一啲工業喺度啦。Yeah, 因為任何一個地方咧，如果係缺乏工業嘅話，那個地方係冇動力嘅。啱，我哋淨係好似靠服務性行業啊，我哋靠財經啊各方面係唔足夠嘅。完全同意，好需要製造業。譬如瑞士咧，瑞士咁貴都好啦，人哋都保持做藥啊、做錶啊呢啲係貴嘢，但係咧。佢一定要保持。William， 你講啲嘢就係我十幾年前講嘅。係啊，我喺政府一出嚟之後咧，我同當年嘅振英特首啊，一路以後嘅政府，我都係咁講。我話我哋要有工業㗎，啊，要再工業化，就係咁啊。從一個用家嘅角度。點樣睇嗰個時裝嘅發展呢？其實就係我喺我哋依一個年代，九十年代依個時候係好興牛仔褲嘅。係啊，我因為係好大研究嘅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又要嗰個旗仔咧，係佢有個旗係大衣，有大衣同埋細衣之分嘅，係嘛？大衣係貴好多嘅，係咩？因為嗰陣時咧，大衣有型啲嘅，係啊，同埋日本仔係好中意揾 vintage 嘅，嗰陣時係炒到好貴，係幾萬蚊一條嘅。嚇！我哋曾經買新嘅，淨係買啲二手即係 vintage 嗰啲啊，係啊。哇！嗱，我可以講講我而家著緊，因為我今日特登著依條牛仔褲嘅。穿窿嘅喎，山中你呢條。依條牛仔褲咧，係我喺九十年代尾，我著住一條新嘅牛仔褲去泰國一個宅兔宅嘅地方，就係嗰個年代咧，係好多日本仔去嗰度咧揾湊嘢牛仔褲，我就見到。當時的太仔穿著這條牛仔褲，哇！我這條牛仔褲，因為我們是講那些顏色啊、貓鬚，跟住我再看他這個位啊，這條 red line， 跟住我哇，這條牛仔褲好正喎，係啊，這條牛仔褲一九七幾年噶，跟住我嗱咁，我這條咧係新嘅，不過都係壁衣嚟嘅，都二千幾蚊港紙噶，我話，跟住我你肯唔肯換啦？跟住我再加，我加咗二萬匹俾佢，即場，佢都好識貨，佢都。即場除啊！即場換褲，我即場著依條褲，我 keep 咗差唔多around三十年。你想住洗幾時？哇！我好耐冇洗啦，係啊，唔 suppose 洗嘅，唔 suppose 洗㗎，一洗咗咧個色就走㗎啦。哦，所以我媽嗰陣時話：，哇！呢條褲洗洗咗個頭臭㗎嘛，臭㗎啊，係真係臭。咁你要噴好多香水，跟住咧就消毒咯，同埋要反轉洗咯。因為呢條牛仔褲真係我 keep 咗好耐嘅，我好中意呢條牛仔褲。呢條牛仔褲係衫，嗰陣時係興 oversize 嘅著，唔興著啱啱好嘅。從你哋嘅角度，一個 designer， 從一個用家嚇，嗰件衫點解對一個人咁重要咧？其實我覺得著衫係即係自己 feel 嘅啫，即係我其實我覺得唔係一定要貴先係好嘅。即係其實我都有去行好多出口店。即我有一段時間，即讀完書出嚟又人工冇乜，其實我嗰陣時好中意行出口店嘅，因為我哋年喺老度。係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嗰陣時我哋有好多出口嘅衫，剩餘嘅嘢，剩餘嘅嘢剪咗個牌，我哋就去嗰度尋寶，去揾好多嘢。當時咧仲好多牌子咧，佢剪咗啲牌子，剪咗剩翻少少咁。係啊，我哋仲唔係好知道咩牌子，收尾先知道，哇！原來係咁勁嘅，尤其運動裝啊。cut 咗佢噶嘛？係啊，平好多啊嗰陣時。cut 有時 cut 唔曬嘅，等你知道某個程度知道係邊個品牌嚟嘅，但係嗰陣時係唔知道佢係貴嘢同埋大嘢咯。係啊，嚇收尾先知道，哦，原來都勁喎，真係。跟住後屘先知，哇！原來好勁，所以嗰陣時我成日去尋寶。咁你問我，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你係。正常一個普通人翻工咁，你自己咯，
最緊要你自己中意啦，平嘅都可以襯到好靚。咁如果講話即係頭先我哋傾咗好多香港時裝轉變啊啲咁嘢，咁而家成日都喺度講話，我哋應該即係打入大灣區啊咁啊，咁從你嘅角度，你覺得有冇咩機會咧？我哋即係如果淨係 designer 去揾一份好工嘅話咧，香港 designer 依然有呢個實力嘅，有呢個條件嘅，因為內地好多廠家咧，其實都喜歡。是用香港的 designer 幫他做 collection， 因為他們覺得香港 designer 嗰、個即係個栽培咧，其實嗰個過程咧都係好嚴謹，同埋咧係好 proper。嗱，內地亦都發展得好快，佢哋嗰個時裝嘅教育、設計嘅教育咧，亦都係越嚟越健全啊。咁出嘅 designer 其實都好多好優秀嘅 designer， 你跟住要爭嘅話，其實都需要一啲實力嘅。咁咧，大灣區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嘅發展嘅地區，因為時裝頭先我即係不斷 emphasize 咧，就係話你一定要有個市場。咁你即係唔好講多啦，你就大灣區人口幾多啊？八千係啦，你八千萬幾犀利啊！你比利時，你比利時加荷蘭加埋整個北歐都冇八千萬。但係人哋已經係喺嗰度已經係好大嘅市場。咁所以你大灣區本身就係一個市場，正大灣區係一個點啫喎。你由大灣區你再你引伸到去唔同嘅地區，其實好大。係咁所以即係香港嘅即係 young designers 咧，其實可以咧係前瞻咧，喺一個更加大嘅市場去做呢樣嘢咧，你會有機會去發圍咯。甚至我知嘅咧，好多名牌啊，都將個總部搬去上海啊，因為佢冇辦法，佢市場大啊嘛。我自己睇住，其實內地咧，我幾乎係睇住佢由零係冇嘅，冇 fashion 嘅年代咧，即係我哋已經係喺內地開始做 fashion show。第一個 fashion show 就係 Pierre Cardin 喺北京啦。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香港 design 喺廣州。咁咧當年係白天鵝賓館一週年紀念。咁咧就係阿朱玲玲仲係霍太嘅年代咧，咁啊佢幫老爺咧就去搞一週年慶典。因為 Loretta 本身係 model 嚟噶嘛，所以佢同即係時裝界嘅人係熟嘅。咁佢亦都好想幫我哋，咁就搞咗一個係香港 designers 嘅 fashion show。在廣州，我哋係華人嘅 fashion show 做嘅 fashion show 喺內地係第一個，係編織入去佢哋廣州嘅歷史嘅。係廣州係南大門啊嘛，第一個發展嘅地方，北京、上海冇嘅，所以早期嘅內地嘅 model 咪 designer 咧，無論你邊度嚟都識講廣東話，因為佢哋喺廣東喺深圳 train 嘅，係啦，王菲都做過 model。喺廣州先至嚟香港，哦、所以佢廣東話講得咁好，喺廣州 train 先嘅。哦去到九十年代咧，就有明顯啲嘅改變啦。佢開始製造，佢哋識得做啫，唔識得設計。真正嘅設計咧，去到公元二千年之後，然後咧一路睇住佢咧，睇住佢哇點樣老土法都見過啦。又跟住去到一個階段，覺得唔識笑啦，個威脅嚟啦開始。咁一路去到而家，你開始用另外一個眼光去睇佢哋，即係重新你要體驗一樣嘢咧，你要摒棄過去一啲觀念啦。我哋仲係咁樣保守，或者甚至好話唔好聽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覺得自己優秀。其實原來人哋優秀過你唔知幾多。而家已經十零年前啦，我去拍《大唐雙龍傳》嗰陣時，我最記得我哋去即係、就是、浙江省啦，去杭州啊，去上海。你見佢哋嘅打扮都係即係好普通，上海好啲。但係當我過咗五年後去。全街的人的後生仔又變曬，你見到變曬嘅點解全部係嘛？好似去咗日本咁樣嘅直頭，你覺得佢哋改變嗰、那個速度係好犀利嘅，好犀利啊！你突然間幾年嘅啫喎，講緊係。所以時裝咧係真係可以話反映個經濟啦，亦都係一個經濟嘅推動力嚟嘅喎。係啊，唔論係我哋定全世界，我哋睇任何一樣嘢咧，我哋都唔好即係都唔可以抱殘守缺啊！我哋一路要改變自己咧，去接受新嘅事物。你講得好啱，有少少似龜兔賽跑。係，我哋以前咧就當人哋係龜，人哋而家跑過曬我哋啦，好多嘢。係，咪個世界係一路變嘅，好似我哋，即係我哋以前會睇新加坡，細我哋咁多，能夠去得幾遠啫？甚至硬叻都有去得幾遠咧咁。但問題而家你面對緊咧，我哋好大嘅威脅，已經好多方面啊。啊、所以我哋都要，我哋要急起直追，唔係淨係大灣區，唔係淨係唔係話，即係因為中國係十幾億人口啊，好犀利個 market。就算細過我哋嘅新加坡，我哋都要即係唔好輕視人哋。啱啱啱，絕對呢個世界咧，永遠有一樣嘢就叫做咧，
一定要永遠要進步，同埋咧係永不言敗。尤其即係時裝界咁多年來，你哋嘅心血做得咁好，有呢啲咁嘅用家幫忙，咁啊梗係要嚇。佢用家好簡單嘅啫，我諗好多用家其實真正嘅用家咧，唔會睇佢係邊度嚟。係啊，咩 designer 咩牌子嘅，最緊要係嗰個 product 嘅啫，其實係。因為今日學咗好多嘢。其實咧，我哋要不斷咧係要去 review 自己識嘅嘢嘅，可能中間透過我哋中間嘅交談咧，有新嘅嘢啟蒙得到。係啊，即係我今日咧就肯定學咗好多嘢關於時裝啊！我而家咧同我啲朋友傾偈，我都唔會覺得自己好似蒙查查咁啊！而家我識啊陳山聰，我識啊 William 嘅咁啊！哇，呢個咧對我嚟講呢個 credential 已經係升咗好多級啦！多謝曬，多謝曬 William， 多謝曬，多謝曬山聰，多謝曬，多謝曬，多謝曬。Hello， 邵初你好。Hello， 馬生你到咗啦。係啊，其實我嚟咗一陣㗎啦，咁啊睇住影緊相，唔想騷擾你啫嘛。唔係，我喺度發掘緊創作靈感啊。我見你嘅嘉賓鄧達志先生咧，當年都係喺街頭見到九龍皇帝嘅墨寶，加入個作品裏邊，去德國參加時裝展，成為全球焦點啊。William 好叻嘅，佢好中意咧將嗰啲香港嘅文化嘅元素咧擺入佢設計嗰度。我都聽你哋嘅訪問先知咧，原來香港嘅時裝業以前係咁輝煌噶。咧，我拍攝嗰個青年灣區積分班嘅節目咧，就知道大灣區咧好大潛力噶。希望我哋嘅年青人都去嗰度發展啊！嘿，其實香港咧，我哋應該搞多啲時裝展，揾多啲外國嘅設計師嚟交流。商機無限啊！係啊，香港嗰啲展覽場地又咁好，又有完善嘅鐵路網絡喺度搞就 perfect 啦。啱啊！港鐵車站一共展出超過90件藝術品，當中金鐘站嘅藝術品《引領前行》就係嚟自美國嘅國際知名藝術家，作品配合有四種顏色，象徵金鐘站四條鐵路線匯聚，同時亦都比喻人生旅程不停前行。